我们来继续揭晓，接下来到了第五位。好，来了，第五位得票32306票，来自 Team S2， 他的名字叫张宇阁。恭喜张宇阁，张宇阁是96年生，今年19岁。他说他喜欢看书、看电影，喜欢思考，最近呢喜欢打游戏，对时尚有了解，但从不实践。性格内向，可是内心活动很丰富哦。恭喜！首先，请工作人员把奖杯送给他。谢谢大家。今年我有先预想过自己的名次，怎么说，其实和我预想的差，所以我希望以后来，宇哥继续讲话。以后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努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宇哥，恭喜。现场真的越来越紧张，我们现在要宣布第四位，得票数35189票，来自 Team N2， 黄婷婷。恭喜黄婷婷。哦，黄婷婷有一点点不舒服啊。好，她是 SNH48 Team N2 的副队长，性格沉稳大气，开朗爱笑，那时刻呢保持自我，不忘初心，在任何时候呢都展现给大家是充满正能量的笑容。来，婷婷深呼吸一下，深呼吸一下啊。 OK 吗？你现在还好吗？很好很好。还能坚持吗？大家给她一点鼓励好吗？谢谢，我做到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。我以前也说过，我的粉丝总是给我意外的惊喜，